生活中交错失望，越想念就越孤单，仍在被寂寞迎头赶上，多感伤，原来只是正常。你是不是也在品尝一个人的咖啡和天光？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感颜色的变化？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，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？也许我们都无缘，能想象想伤害之外的感觉。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，好聚好散不过是睁着眼，如果我们没发现，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。有一天，啊，这个唱声乐一点声乐那个腔都没有，对，就是很流行的。